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不到第四节，新天新地啊，新的耶路撒冷，重新，一个是新天新地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，又一个。另一个新天新地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啊，一节到四节，开声朗读，一、二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它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的器皿，等候。新天新地，今天你的心也在新天新地里啊，欢喜快乐迎接新天新地的来到。首先这里面说，因为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刚才那个阶段就是千禧年，以色列在千禧年的豹子不攻击人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就像一个新天新地，回到伊甸那个时代。他这里面说我又看见一个，又看见一个是属灵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刚才那是属物质的，那个一切都更新了，那个是物质的，这个新天新地是属灵的新天新地又来了，这就表明将来这个新天新地是灵界，不是物质界的。这个新天新地完全是上帝属灵的，造的一个属灵新天新地。好，往下看啊，是吧？因为先前什么不见了？先前的天地过去了，没有了，物质界过去了。再看物质界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再没有物质界了啊！神死无变有，第二是什么？还有，再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还是还有没有海啸了？没有了，海也不见了，海也没有。这个你就不用怕了。今天海在这地上兴起多少风浪，这海。连物质界的海全部消灭掉，没有。所以这个新天新地为什么叫新天新地？等一会儿咱们看它新在哪里，这是第一点。我又看这个新天新地，第二点是什么？第二点是新耶路撒冷，地上那个这个新天，这就是旧地，是新天新地的什么影子？新天新地是旧天旧地的什么实体？实体。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旧的耶路撒冷的实体，注意看，新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这个名字解释开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名字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军所在的京城，大军所在的京城，大军是什么？君王所在的京城叫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耶布斯这个名字改写这个耶路撒冷，耶布斯这个名字，这个民族的名字。好，再看这个新耶路撒冷降临，神说由天而降，这新耶路撒冷是由哪而降呢？由天，由天而降的，从天往下降，这叫降下来。也就是说，将来呢，我们被提升天了之后，接升天了之后呢，最后呢，我们在地上
千禧年是在地上播，最后呢，一切物质界不见了，信耶路撒冷就降下来，我们就和神同在，永远在一起了。那神在哪里，那个天国就在哪里，对不对？那个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，据说降呢就是什么，从上降下来，是不是？预备好的，如同什么？如同第二是预备好的，预备好了。他是谁呢？这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，听懂了吗？就是将来我们的教会由天而降，预备好的，像什么？如同心腹，心腹代表什么？是不是教会？装扮整齐，这心腹装扮整齐的，装饰整齐了。一切都是新的，所以神才能装扮整齐，神才能在里面居住。所以新耶路撒冷它是装扮整齐的，等候谁啊？装扮整齐。第三是等候丈夫，那丈夫是谁？等候丈夫。所以这里面都是有寓意的啊，他用这个心腹来表明天上耶路撒冷，属灵的耶路撒冷，我们都是被建立在灵宫上的一员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在耶路撒冷圣城里建造，我们是天上耶路撒冷的一块石头。好，第三，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哪儿？第四，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什么意思？帐幕，这帐幕是什么？那帐幕啊，在过去那个圣殿那里面有帐幕，对不对？那帐幕至圣所，圣所至圣所，这帐幕在人间了。神这个殿在哪了？在人间，就是表明神和人同住了，在人间。所以他又看见一个神的帐幕在人间落下来，就像一个圣城落下来一样，这新耶路撒冷就像一个圣城一样落下来在人间了。所以神永远居住在这里，我们教会永远是神居住的所在，是帐幕，对不对？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出现了，神居住在教会中间，都是属灵的，是吧？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什么？这神的帐幕就是神的子民，就如同一个帐幕，在上帝看着联络为一体，就是帐幕，就像一个圣城一样，那么美丽，那么壮观，是不是？就像神的殿子灵宫一样，被建立在成为灵宫，活石都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所以他要做他们的什么？第五，谁要做谁的子民呢？就是主的帐幕，就是神的子，就是人今天在地上被拣选的耶路撒冷，就是神的子民。所以他要做他们，他是谁？做神的子民。这为什么叫帐幕呢？为什么叫帐幕？因为它联络的合适，就像帐幕，也像什么？也像耶路撒冷一个圣城似的，它是个属灵的城，不是属物质的城，所以联络的合适，因此叫帐幕。他们又是谁的？神的子民。第六点，神要亲自，是吧？他是他们的子民，是吧？神要亲自与他们什么？神与人同在，这是真的同在吗？永远同在，神与人同在，神必亲自与他同在。第七点是什么？神要擦去他们的
神要擦去擦去他们的眼泪，这表明神安慰人，对不对？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，再也没有什么，再也找不到死亡，听吧，没有死亡，还有什么哭嚎悲哀，没有悲了，没有死了，没有死亡悲哀哭嚎，还有什么疼痛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不要害怕，今天对一时间的疼痛被低基督折磨的够呛，一时间疼痛将来就没有疼痛哭嚎悲哀，还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以前的事都什么过去了，已经从以前的事都过去，神还不要你想起来以前的事都没有了。正如传道书说什么，神叫这两个病情，就是叫你忘记背后以前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以前的事都过去，终于过去，神安慰了人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再也没有了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什么新的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今天你要能在基督耶稣里，你的旧事已过，都变成什么新的了。好，再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，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找到开声了，好，找到没？一、二，做宝座的说：“看，我将一切都给你了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写上，因为这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自古都成了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俄美加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”第二次的死，这段经文说：“看哪，我将一切都什么？都更新。下面这些，这里面有些淫乱的、邪术的、拜偶像，那是都是那些死人，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的罪还在他们身上的，听懂吗？我们这罪要到谁身上去的？耶稣身上，就是已经洗净、成圣的、成义的人，像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。”然后就讲那些人将要被审判，扔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这段经文刚才是第几啊？大的第一，对不对？第三是前面是什么？得胜的。下面那些是什么？第四是什么？这一段先看得胜的啊，从五节开始看，说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什么？都更新的。也就是说，一个真正得胜的，上帝在你里边更新，而且将来把你放在一个更新的世界里。这个、更新就像我们的电脑似的，从前的电脑是坏的，现在一切都什么？更新了。这是第一，一切都更新了，也再没有旧的了，对不对？神亲自给你更新，由物质界变成什么灵界，由死的变
国的，有罪的变成什么义的，污秽的变成什么圣洁的，属地的变成什么属天的，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，是不是啊？人的变成什么神的了，神的帐幕就在人间了，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你写，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，说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一切更新的。第二是什么？是真实的，真实可信的，这是真实可信的。往下看，说他又说成了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第三是全都成了。完全成了。第四点，他说成了，那你就得喊成了，对不对？口渴的是什么？口渴的人可以到主面前来，你渴没渴？这就说口渴的人就可以来喝，怎么喝呢？就可以白白的什么？白白的，什么叫白白的？今天就白给的人都没得胜，你说什么叫没得胜？就是上帝白给的，你没有白得，这就叫没得胜，听懂了吗？啊，听懂这句话吗？说口渴的就可以白白的喝什么生命的水，对不对？什么样是不得胜的呢？生命水喝，就喝生命水，不是人给你喝瓶生命水啊。就什么叫得胜的呢？凡白白来取生命水的人喝，都是什么？要不上帝按你行为，你不是白白的，你靠行为，上帝今天就审判你，听懂了吗？你必须白白的得生命水喝，这样人才叫什么？什么？得胜。看懂了吗？凡不是白白的生命水的人，他说完白白的，但有多少人这不在这白白上建立，他还以为他得胜了，他靠的是什么胜的？啊，靠行为，靠行为都不是白白的。凡来取生命水，白白的喝生命水的人，那这人就已经什么得胜？得胜主给什么？说得胜了。必承受这些为什么？也就是在新约的发展里，新天新地，一切更新的，得胜的人才进入更新的天地里，没得胜的人不能进更新的天地里的，听懂了吗？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什么？这就是为业，这是主的应许。谁是得胜的？有多少人说得胜的？这是天天喊得胜。什么叫得胜？有的人得胜就是我在地上过得胜生活。多少人说我今天在地上过得胜什么？生活。生活能得胜吗？靠救人，这肉体这个生活去得胜，能得胜吗？啊？能不能？永远不能得胜。上帝说得胜是什么？白白的口渴的人就可以来，就可以白白取什么？白白的取的才是得胜，没白白取的，你是你自己来那做的，是地上的人在那做的，所以永远不是得胜的。前面第六节说白白的，第七节就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他要做我的儿子，必须是儿子才能得胜，对不对？儿子白白管父亲要的，听懂了吗？可最惨了，看说神说他要做我的，说我要做他们的神，这是神说的。第六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
这是一个应许哦。什么样的人才做他神？我要做他们神。第七天说，他们要做我的什么？他们要做我的儿子。哎，上帝这就是应许，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，口渴的人可以白白来喝，是不是？我把这个生命泉的水赐给了口渴的人喝，他们可以来白白的赐给他们，那口渴的人喝。所以水要送给什么人呢？饭要送给什么人呢？说水要送给什么？口渴的人。渴人，对不对？渴人喝，是不是啊？饭要送给什么人喝？饥人吃。什么意思？口渴的人才想喝，想喝这时候白白给你的，这就是什么？得胜的，听懂了吗？你自己以为你自己有，别有人给你夺取。你没有，他说我有，我的水是天上的水，叫人喝了永远不喝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喝完的人就是什么？得胜的。没喝的不是白喝的，这个水的都没得胜。喝完的人，主就说我要做他的什么？他要做我的什么？这是耶稣说的话，在新约里，在四福音里就有这话，约翰福音就有这话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取生命水喝，我可以把这水赐给你喝，你喝我所赐的水，赐的水，对不对？水是赐的，才叫什么？才叫什么？白白的要不是赐的叫不叫白白的？你今年的救恩不是白白得的，你还得用自己的方法去赚去的，你还没进入喜年呢。你们进入喜年的人永远不能得胜，不能得胜的人，你永远神也不成你的，归他的什么？儿子。儿子。所以主说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亲自是谁要做谁的神呢？神要做谁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什么儿子，这样才对呢。得到这个活水呢，神就说圣灵，这个活水就是圣灵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圣灵？是，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什么结合，意思就是受圣灵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句话？有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那约翰福音那讲两句情，活水就是圣灵。什么叫得胜呢？真正得胜是得到活水的，已经有重生生命了，预备了灯，也预备了什么油了，这样才对的，是不是啊？没预备，光有灯没有油，那没有用。活水的地方找一下看一眼就行了，在约翰福音啊，就看最后就看谁得胜。好，第七章37节。约翰福音7:37，耶稣为新约圣经113页37节找到吗？我们看这活水是什么？活水江河，这活水到底是什么？有多少人说这活水啊？这活水就是什么？就是人给你一杯水喝，就是活水，买生命水，活水也叫生命水，听明白吗？看这段经文37节说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值日。耶稣站在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是不是也说渴的人呢？对，就是需要水喝的人，就如经上写说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说人要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说不说买？没说。怎么说的？可以，你只要到我这里来喝就行。所以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人落活水的时候说什么？你喝这水还为什么？再渴？你说喝我所赐的水，这水是赐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自己赚来的，你赚来的都没得胜的。凡靠自己赚的人都没得胜的。什么样人得胜呢？不用赚，神赐给你活水，对不对？这样才叫得胜的。真正得胜的不是人的东西，上帝要把天上的东西赐给你，这叫得胜的。你得到天上的活水是从天上浇灌下来的，对不对？一共创世纪有几道河流？四道河流。这四道河流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四福音，对不对？
四福音就是四福音做见证的。当你明白这四福音的时候，这是四福音里记载耶稣基督他的活水江河，对不对？记载耶稣基督全完全的救法，全备的救法。当你得到这四福音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得到什么？活水的江河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滋润这丸子，那丸子是谁？这心就是丸子。没有这个四条河流滋润在你的心里头，你的心里头不是丸子，你的心里永远是什么？干燥的土地，滋润的表面有活水，能长生命，是不是？那园子里可以种出园子干什么用的？种菜，它种什么？啊，种粮食的。没有水在滋润的，它永远不能种菜、种粮食。好，这段经文是这样说：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值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是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流出。”什么活水的江河来。也注意看这是什么意思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什么？你看这一句话，有的人把活水解释的简直五花八门的，啥都有。耶稣解释清清楚清楚清楚，就是受圣灵嘛。所以这个口渴的人到主面前就来白白的喝，而且这里头强调是什么？白白的。你不是白白的，那就不涉及到次的问题。当你承认是白白的，涉及到次的问题才是白白的，不是白白就得什么买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什么换换兑换的，这都叫什么？不是白白的啊。但这是主要说你买火炼的金子，买火炼金是用什么买？谢谢。要是在对老底下教会曾经说过，你买火炼的金子，对不对？火炼的金子用什么买？不用东西错了，用天上的东西来买天上的水，就是信神给你的白白给你的活水，你就可以承受了，听懂了吗？好，再回来看，再回头看，再继续看，还是第21章，买活水啊。白白的得了，下面就说第7节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。上帝把这天国这个一新耶路撒冷交成为你的什么？承受这些为什么？业是什么意思啊？谁才能承受业？这里边就提到儿子，他要做我的儿子，儿子是在承受天国的产业，是不是？这个天国产业不是人间的。承受这些为业，就是天国新耶路撒冷，将来你是新耶路撒冷的一个主人，听懂了吗？感谢主啊，真感谢，是假感谢。将来上帝把你抬举起来，就在整个这个世界中间做王，好不好？新的世界中间，我们也是做王，我们在那1000年是做王的，永久恒的里头也是永远做王。好，再继续看，继续看，注意看第8节。我有什么？你有什么？把这擦了啊、哦！叫第一，没得胜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得胜的，下面是什么？没有得胜的，没得胜怎么办呢？得胜的和没得胜的。这两部分人，这里边这一段经文提到两个，没得胜怎么办呢？我要什么样的人是不得胜的呢？胆小的，胆怯的是就是胆小的人啊。没有，你是胆怯的，胆怯是什么？胆怯就是胆小，怯是什么？怯场就是怕场。惧怕的意思，胆怯的，还有什么呢？不信的，不信的。第二个就提到是不信，你不敢信他，是不是？你不敢信他，不信的。还有什么？第3个是什么？可憎的是什么？可憎的是什么？可憎恶的那种人，可憎恶拜偶像的，对不对？可憎恶。
下面看，可憎的，杀人的，一听这杀人的，完了，这私家小道都做成杀人的，吓得不得了，杀人的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都杀过人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他抢死，就是四王五王打征战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杀没杀过人？以色列杀没杀过人？是啊，一听这杀人的，完了。这杀人是指在律法里的规条里，那律法里头规定的杀人，但是不是讲这不是讲什么，这是在律法里的人，这是杀人的，你乱了心情，你在律法里天天都干这事儿，在律法下人感谢，在律法下不要平息，在律法下人是可憎恶的，在律法下人就是杀人的人，在律法下的人就是什么？那你都记在这一规条，这是第五，在律法下的是什么？淫乱的啊，律法下的人是不是淫乱的人？因为第七章就说在律法下的人就是淫乱的人，这是属灵的淫乱，对不对？第七章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丈夫没死他要嫁给别人就是属于什么？淫妇啊，这就是淫乱的人。那下面说在律法下的人不但是淫乱的，是行什么？行行邪术的吧，在律法下的就行邪术，因为上帝讨厌什么，在律法下的人就有什么，憎恶什么，在律法下就杀人。律法下规定的时候不可杀人，律法下的人都杀人，犯一条把众条都犯了。律法下不要奸淫，他们犯没犯？他们正在犯奸淫，就跟那个四俗为友。第六节是行邪术的，不是指我们说行邪术的，我们也不行邪术，对不对？在律法下的人他就天天行邪术，是不是？你看以色列人行邪术跟外邦的偶像，是不是拜外邦偶像，他们都行邪术的，是吧？拜偶像的。第七是什么？拜偶像，拜偶像的，在律法下的人的第一条就说什么？不可什么？拿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百物，是不是、啊？当做偶像来什么敬拜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第一条就说这条，在律法下的人就是拜偶像的。因为为什么拜偶像？他天天靠守一条，有的时候还犯一条，犯一条把众条都什么犯了，所以也奸淫他也犯了，行邪术也犯了，拜偶像也犯了，杀人的也犯了，可憎的也什么都他不信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这么回事，在律法下。好，再继续往下看，再继续一道。拜偶像，可一切什么？耶稣明明说法利赛人在律法下的人是一切说谎之人的什么？魔鬼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。说法利赛人就是什么？说谎话，在律法下的人在人前就得说谎话，说谎的。听懂了？在律法下的人就说过，他是人前一套，人背后一套，外面一套，里面一套，是不是？是吧？表面一套，当面一套，背后又一套，这是在哪儿啊？在律法下的人就是说谎话的。往下看，说他们的粪在哪里啊？硫磺没得胜的，最后粪在烧着的什么？有没有你的？没有。我们从前是这样，但是如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成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是烧的，结局是烧着的硫磺火。硫磺，火炉啊，这样的犯罪在这里。你看这里头。前面是得胜的，白取的就是得胜的，对不对？不白取的，你非要靠自己手，你这些你都绑不住。听懂吗？能不能听懂这句话？白取的，刚才咱们得胜的是什么？白取。不得胜的，没得胜是什么？不白的，不白取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白的取的都能得胜。白取的，就是什么意思？白取不是自己在做，所以他
他就没有这些事，自己在做上级要按照这些来带领。听懂了吗？你看到这个地方很关键，说白取的，什么字写的？白白取的和不白取的有什么区别？一个在阶层点下，一个在律法下，这不明显的吗？这些在律法下是不得胜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不得胜的原因是因为他什么？不白取，凭自己，所以都落在这里头，都落在律公之法里头。律公之法的人最后结局就是什么？烧着的硫磺火。因为这里面是白白取，我在乎你的行为，这样才行。既是出于恩典，不在乎人的行为才可。这些人上帝是在乎他的行为，证明他是不白取的，所以上帝在乎他的行为。听懂了吗？神说我不，既是出于恩典，我不在乎人的行为。谁要在乎行为，那上帝最后就用这些来审判他。能不能理解？这个地方很不容易懂。一个是不白，一个是白白取的，所以得胜的；一个是不白取的，最后上帝说不得胜，在这些事上都不能得胜。你们在一切，我告诉你，在一切不得胜的事上，信靠这人就能得胜。使徒行传三章，什么叫得胜？有许多人这个地方他不明白，就总想自己得胜。你那自己得胜能得胜吗？第38节和30，这里面也说两部分人，一个是赦罪的道传给我，对不对？借着这个人传给我，38节找到吗？使徒行传13章38节到39节，找到吗？使徒行传耶稣为新约圣经149页，13章第38节39节。晓得吗？一二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，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信靠这人，就都得什么？在一切不得称义的，你被得胜的是因为你在这些事上不得称义，你还要不去白取。听懂了吗？人明明靠守律法不能得称义，对不对？人靠律法称义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。这些事情那就是在律法下的，你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什么？信靠哪人？耶稣。这就叫得胜，白白的信靠耶稣基督，白白的取生的水喝就称义的，没白取的靠守的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都不能称义。我们靠信耶稣基督，在这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什么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谁来打无赖的？谁还出来打无赖？说这个地方不对，这个地方你要从外面看起初的这个卷书根本看不到这个罪，对不对？根本看不，他们不得胜，不得胜在什么地方？就以为他们拜过偶像，他们这么样，他们那么样，他杀过人，他行邪术了，十家强盗也杀过人，是不是？得没得胜？得胜了。大卫也杀过人，得没得胜？得胜了。你看你旧约里头这些，他怎么得胜？就是，是不是这么说？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的。就是耶稣基督传给你们，你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，就这些事情都不得称义的，是吧？一系列的什么，怎么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、说谎话的，就这些都不得称，但信靠这人，就都得什么称义的，这就是什么得胜。你不是这个地方得胜的，你最后你进不去天国，听懂了吗？就把你扔在烧着的硫磺火，靠行为，上帝按行为审判你，把你扔在烧着的硫磺火，惨不惨啊？那你给我惨透天了，白白吃他没白白得，最后神就把他扔在烧着的硫磺火。这个地方过去啊，这个地方过去了，再回到启示录。
第二次死啊，这在他身上就有权柄。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就有权柄。我们首先看一段经文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。我们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，到诗篇六十六章。这个这不是啊，不是。我们先从第九节往下看啊。啊，其实第二十一章第九节，等会儿我再查你赛亚书。小子们，第九节说，拿着七个金碗，盛满了幕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个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七，指给你看。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新圣城，羔羊的七，指给你看。”他给谁看呢？给约翰看，说：“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山上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重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，有高大的墙，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是吧？东边有三门，北边有三门，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门。城墙有十二个十二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什么名字？好了，这是什么？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就是表明我们无论是以色列十二支派，还有谁呢？十二使徒，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在上面写。表明我们都被渐渐上了，有没有我们呢？有，一定会有。新约了，因为我们也被建立在灵宫上，这灵宫就指天上耶路撒冷那个属灵的耶路撒冷，所以有我一个。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节就告诉我们，爱慕灵乃最后被建立在灵宫上，是成为灵石，成为活石，成为什么？灵祭，是不是啊？灵宫、灵磐石被建立在灵宫上，这个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，刚才我查的那个新耶路撒冷，圣城由天而降，这个是新耶路撒冷，我们被建立在新耶路撒冷。建在新耶路撒冷，我们被建立在新耶路撒冷，包括了谁呢？这是拿着七碗的，盛满了神末后七灾的那七位天使中有一个出来说，这天使说话。天使在说话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。羔羊的妻是谁？天使说话，把羔羊的妻子给谁看？这个谁看？这个一个。所以今天上帝要叫你看的，我们将来给建立这个意象，建立约翰启示的这个意象，将来呢要看见谁呢？看见我们都在天上新耶路撒冷上被建造，被建在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都是天上耶路撒冷的一员。等一会儿咱们再看啊、哦。
说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山，将由天而降的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天使说话，天使指示。指给我看，往下看，说城中的，说城中有神的荣耀，看见什么了？看见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像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神的荣耀呢？我们要不得荣耀，那就没有这个荣耀。所以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宝贵的什么？这是形象啊。这用这个比喻，神的荣耀如同宝贵的什么？宝石。荣耀像宝石，像。神的荣耀像宝石啊！再往下看啊，好像什么？比喻。还有，明如水晶，有高大的墙，说有十二个门，十二门代表什么？说有十二个门。说门上有十二位什么？二十位，有二十位天使，门上有二十个门。说有高大的墙，有二十个门。天上有多少个门呢？十二个门啊，十二个门，眼睛看花了。十二个门是代表完全的出福，对不对？以色列就是十二个支派，上面还有十二位天使。门上有十二位天使，我把这擦了。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个天使，天使将要为那承受救恩的人什么？效力。门上有四。门上有十二位。这是十二位，门上有十二位天使，对不对？这门上为什么会有十二位天使呢？这里边是每个门都有天使在把，这表明天上门是谁也进不去的，有十二位天使在这把这个门，每个门都有天使。好，再往下看。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什么名字？第五，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，这就表明十二支派被没被建立在天国的灵屋上？建没建立啊？建立了啊！十二个支派被建立在天国的灵屋上。这就表明天国里有以色列十二支派，所以这涉及到有二十四个长老，第六有二十四个支派也建立在灵宫上。再往下看，第十三节说东边有三门，我们看排列的顺序啊，东边三门，看不看像灯？这是第五，记住啊，这是第五了，把这擦掉了。东边三门，像不像以色列出埃及的会幕的排列顺序啊？东边，这里边说东边三门，西北面还有什么？北面三门，把这写了。北面三门，就是第七北面三门。
南面还有什么？三。第八是南面三。北面三门，南面三门，西面是多少？八十九是，西面还有三门。你可以看会幕啊，你看这是不是真正属灵的会幕？以色列出埃及设立的会幕也是这么设的，你看到？这是会幕，这是会幕门口，这里边有。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、以法莲的这个流便、西面、加顶、以法莲、马拿西面、但拿斯达利亚，这样子一面是多少个？三个支派，保证是跟会幕的样子。所以这会幕的样子就是什么？门朝东开的，完了每一面有三个支派。当他走的时候呢，保证不乱，就这么往前走开，就是设立这会幕就这么设立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三个支派各有一个什么？一个三个为一个什么？三面的一个道。一个道。三个是。就是线。每个会幕上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道。这是这么一个独字啊，这是个独字，上面是独字，下面是细一个加一个线的，这是念道。每个会幕每三个为一个道，这有一个道，那个道就是个什么？这还有个旗，这地方也立一个什么旗？一共三个旗，这三个旗上面都写各为本道，就是在这个旗上都写着，都挂着一个图像。这个图像，第一个图像是狮子的头像，第二个是牛的头像，第三个是人子头像，第四个是鹰的头像，就这么四个头像在会幕的周围，这么三个词。但在天国的将来也是这样，东边有三门。北边有三门，南边有三门，西边有三门。这门是代表什么？门上有多少？十二支派名字，是不是？门上每门上有天使，都是掌管着，有天使来掌管。这就表明这个就是天上的什么影像，不是景象，是影像，预表天上的那个会幕，预表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就建立圣城也是这么建的。目的是就是要叫你指向将来的天国那个圣城，各归本道，各归本道的道就是旗帜，那都有旗帜在那悬挂的，道上都那每个旗帜上都有一个名，都有一个头像，每个头像代表一个福音，就是四福音的形象。好，再看啊，第十四节说墙。说城墙有十二个根基，十二根基代表什么？第十，城墙有十二个根基，根基上是什么？根基啊，他为什么要把十二个使徒列在这个根基上呢？把这个门列的写的是十二个支派，把这个。这表明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教会，这个整个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所以十二个根基一共是多少个？二十几个？二十四个。二十四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所以二十个，十二个是二十个十二个不用写错了，十二个根基啊，一共是二十四个啊，二十四个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和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，这十二门徒全列在这个根基上，将来在天国里就有他们的样子，在这会幕上。同时，我们也被建立在灵宫上，所以这个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教会这个会幕，这个帐篷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建立在他们所传讲的救恩真理的什么？真理的根基上，建立在他们所传讲的救恩真理的根基上。所以在天国里，谁是在这个救恩上建立的，最后都要被建立在这个上面，这个耶稣基督将来的天国圣城上。
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不是建立在使徒和什么？他为什么先说使徒？为什么不说先说先知？这里面我们知道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使徒啊，先说使徒，后说什么？后说先知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使徒先知，先知是在旧约里，对不对？对。十二个支派也是在旧约里，旧约它只是说预言、预表、预象，但是使徒是直接摸到、直接看到、直接跟耶稣在一起的，所以他把使徒列在什么？前面，把先知的列在什么？后面。这就是这个原因。旧约和新约里头，旧约人物他是仰望，所以仰望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，那时候救恩没做成呢，而使徒是直接传讲救恩的，对不对？使徒是直接看见耶稣基督并接触，所以约翰所说，我亲手摸，我亲眼看过什么？啊，亲耳听过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亲手摸，我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过的，听见的，这样把这个直接见证出来，所以把使徒先放前面，先知放后面。这个地方清楚了没？这几个根基的问题啊，再往下继续来。注意看十五节，咱们读到第十几节呢？读到第二十一节，一同来读，一、二。对我说话的，拿着金杯去当水，要不然。上面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被显露。说每个人的工程都要显露，将来有火试验，个人的工程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建的？这个材料是很关键、很关键的，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金？直接有一天会用火来焚烧一下，看你建造的是到底是用什么建造。材料很关键，是用天上的材料，还是用地上的材料？是用灵，还是用肉？是用能看见的，还是用看不见的？是用信心还是凭眼见？很关键的。十五节说，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使。前面有没有一段经文提到拿苇子的？有。说要量那城和什么城门、城墙，都用这苇子量。就是说你见到的如果是属天的，拿苇子一量就知道在哪一，咱们查过经文，在哪一章里头提到拿苇子量了，当量度的丈夫，量一量殿里的和礼拜的人。然后十一章，十一章在是两个见证人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苇子代表谁？耶稣。用苇子量殿，这是第一，用苇子量殿。
梁城啊，这是梁城。一楼三楼就圣城了，需要用尾字梁字。尾字代表什么？啊？尾字代表主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对。用耶稣这个词嘛去量。为什么说是尾字呢？曾经在马太福音说，压伤的芦苇，他什么？他是那压伤的芦苇。凡是被压伤的，曾经跟耶稣有份的，都要被量一下。能合乎主耶稣基督这个，那他就是被建立在城墙上的，建立在殿上的，建立在门上的，建立在城上的，所以都被建立在上面，必须属灵的灵工来建立啊。这尾字，尾字是压伤的部位，多次出现。既然这里是多次出现的，我们就要看这多次出现的，它不是偶然的现象。说曾经说，这主耶稣基督他是压伤的部位，用他的标尺来衡量他自己的殿。这殿是属灵的灵宫，在天上降下来的。我们看十五节说，对我说话的拿着金尾子，现在不是别的尾子，是什么尾子呢？金尾子。金尾子代表什么？就得荣耀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尾子原来是被压伤的尾子，已经得荣耀了，这叫金尾子。所以拿尾子量城，当尺度量那城和什么？城门。这是量城和城门，所有是在城上建立的，城门城都是靠这个来量，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只要是建立在灵宫上的，上帝都用什么尺度来量呢？金尾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尺度来量，不是用人的尺度。所以你用人的尺度，你用人的眼光，你用人的方法，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因为上帝的标准是谁？耶稣基督。能达到这个标准的，那建立在城墙上；达不到这个标准，建立不在城墙上。好，我往下看吧。不单量城，还要量城门，还有城墙都量。说城是多少？城是四方的。这里边说四方的，四方的就是什么？长宽高都是什么？一样叫四方。长宽高。长宽高都是一样的，才叫四方的。四方就是什么？整个这几个面全是什么？一样的，所以这四方的，长宽高都一样的。好，再看16节，城是四方的，长宽一样，是吧？天使用尾子量那城，天使拿着尾子来量了城。共有多少？4000里。共有多少？这天上的圣城有多少？4000里。4000里啊，这就是4000里。有4000里啊，是吧？长宽高。都是什么？一样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是个方的，对不对？长宽高都是4000，4000。不是里。哦。这个里。长宽高都是4000里，4000里有多远呢？4000里有多远？比中国这个版图，这个南北这个还要大多的，听懂了吗？将来天上圣城，你不要害怕，我天上有我的份。挪亚造方舟的时候，上帝按照这个尺码来造，用肘来量，这个是用什么量啊？用里量，你怕什么呢？没有我的份呢，咱们都去了哪住呢？有没有住的地方？你说人今天在中国这个，虽然是十几万了。十几亿了，17亿啊，15亿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就算15亿啊，15亿人口，但是呢，海边居住的多，好多大陆的，就是内陆的，包括沙漠化的地方都没有人居住，
有一个小地方就把中国人都装下了。我那天看中国人17亿人口放在一个大山谷里，一下子都能埋起来。你信不信呢？你算呗，17亿人口你算，15亿人口你算，你就是用每个你用尺量量你的身体，完了平均起来，全世界有多少人你量起来，全世界有一个地方就能把，有那么一个地方，全世界的人都能一下子埋葬。为什么在末后时期，上帝把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哪个地方？米基多那地方，就跟那地方一下就消灭了。就米基多那地方就能装下全世界的人，那就算死了那么些人，但最后那些人还不少的人，但就在米基多那个地方一下就埋葬了，对不对？就在米基多那一个地方就把他埋葬了。这就说明上帝将来在天国给我们预备的大不大呀？大。说4000里是2000公里，对不对？对。用我们今天这个尺度，那将来天国是不是这个尺度？我们还不知道。谁用什么尺度呢？说经纬子量的，是不是？是用经纬子，那肯定跟地上的肯定有一些区别。经纬可能还要大，对不对？用经纬的量是用天上的尺度量的，根本不是用地上的尺度量的。我们今天就得用人这个想法，这4000里，那就是2000公里，用这个来计算。好，再继续往前看啊，继续往前看。所以你就笑，你猴着乐吧。今天有点苦楚，正是明天要得荣耀的时候。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吗？好，咱们看17节。又量了城墙，是吧？按照人的尺寸是什么？天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多少？140肘，140肘。那城墙的高，就是这里面说什么？又量了城墙，城墙是外面的城墙，是一共有多少呢？140肘，啊，144肘。这是城墙外面，就是不是城，而是城墙外面还有，外面还有城墙。那城墙是多少呢？144肘。那肘是什么？一肘等于多少？这个144肘是什么？这144肘是什么？这肘等于多少？50。用人的尺度是50什么？50公分，对不对？50公分就叫一肘，用多半是男人那个肘这么一伸，我们这个肘都不足，外国人的肘它特别长，那一肘是超过了中国人量，这是一肘就大概那么长，但是外国人那个肘一量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手稍这地方，这叫一肘，这么量。叫一肘，一肘等于50公分，具体多少？你来算，144。这个城墙啊，是这么量的，17节啊，第18节，是吧？墙是碧玉造的，这是墙啊，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说这都是光辉啊，不要用人的脑袋想，是金金的，比金金好多了。你别想这个经济，天国的比这个好多了，都是属灵界的，是吧？城市经济的，如同明透的什么玻璃，玻璃一样，明透的玻璃。到天国里看不见什么地上的尘土啊，这些东西没有了，也没有厕所了，也不用吃的，也不用做饭了，不用洗衣服了，又不脏了。我们都是穿着光明洁白的新麻衣，不用干活了，没有劳苦的。跟搞对象的事儿了，耶稣就是你的丈夫，跟搞对象的事儿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什么，没有死亡，没有悲哀，没有哭嚎，没有疼痛，这些都没有，过去的一切烦恼都没有了，人间这些烦恼都没有，在天国，好不好啊？好。但是有什么？有爱，有高兴，有喜乐，有赞美。你要什么？你说你要什么？在天国里，你最开心的，你见不到的东西全部叫你见到，全让你见到，是不是？
那是美得不得了的。这是保罗说，我离开肉身得以见主，好在什么？好在无比，那就没办法好了。保罗为什么忽然死传道？就是因为他听见隐名词，看见什么被接到三层天里，因此他就忽然死了。他忽然一切传道，他说我若不传我就有祸了，我非得传不可，因为我见到异象被提到三层天里。他没说他自己，但是就是他自己，他说我认识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他。你通过他说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他，接到看到圣堂里头那个样子，给你预备，给我预备，给他预备，给众弟兄姊妹预备，好不好？那天上圣城好的无比，咱们到天上复活的身体老荣耀了，老好了，特别好。你还有什么害怕的？在地上还有什么撇不下的呢？好，再继续往下看啊。这里边说城墙的根基十九节，用各样的什么的根基，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。这都是比喻啊，都是象征性的，不是你想象那个，但是就没办法，就得用宝石来比喻了，就没办法，美的扛不了的，美的不得了，就得用宝石来，用人间最好的东西来形容天上的东西，好不好？这比宝石还好。再往下看，这是天国啊，都是用这个装饰的，是不是啊？全是用宝石啊。第四，圣城，全是宝石装饰的，是吧？全是宝石装饰的，圣城全是宝石，用这个来比喻啊，用这代用人间的宝石来表明天上，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说了，实在也没有办法说是什么样子的，就得用最好人间最好的东西来形容天国，形容天国。好，往下看十九节，前面是名和国力，下面是什么？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。第一个根基是什么？碧玉。第二个根基是蓝宝石。第三个是绿玛瑙。第四个是绿宝石。第五个是红玛瑙。第六个是红宝石。第七个是黄碧玺。第八个是水苍玉。第九个是红碧玺。第十个是翡翠。第十一个是紫玛瑙。第十二个是紫晶。第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。用这些宝物来形容天上，来比喻天上。每门是一颗珍珠，是吧？城内的街道是什么？法轮功就用这句话，城内的街道是晶晶的，好像凝透的什么玻璃，又像玻璃，又是没办法形容的，就好的无比的。所以你在今天在地上，你觉得这个地很好，在地上在上帝看的是什么？污秽不洁的。你到天国里是老特别亮。好，再往下看，再往下看十二节，我未见城内有什么？有殿。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城的什么殿了？你未看，这就是你的殿，你住在基督耶稣里，这就是你的殿，这就是今天圣城城内里。这是第四五啊，城内羔羊还有谁呀、还有主神，我们的天父，就是谁的殿呢？就是我们的殿，就是城内的殿，也就是城内的殿，他就是神的殿。说神是我们居住的所在，我们又是，这就涉及到约翰福音那句话就起作用了，是吧？神是我们居住的地方，我们也是神居住的地方。神在我里面，父在子里面，子也在父里面，我在子里面，子也在我里面，子也在父里面，我也在哪里啊？父里面，听懂了吗？就这么回事。所以他又是我的殿，我又是他的殿，他又是我居住的地方，我又是他居住的地方。
这就耶稣说，我去原来是为你们预备什么地方？就这个预备地方。说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所以那里要没有地方，我就会告诉你，这里还有地方，表明的天国就无限大，是不是？你就尽管传福音，做见证，都把他们领到天上，天上都有他们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，再继续看啊，再继续看。说二十三节说，那城内又不用什么？第六了啊，这城内啊，不需要日月星。第六，城内不需要，没有日月星都伤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白日太阳比不上你，那歌是不是？没有日，月亮不害你。没有三光，没有哪三光呢？日月星，物质的光不需要物质发光，谁发光？这里边说谁发光啊？谁发光？我们看啊，因为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什么灯？你说亮不亮？亮。所以在神毫无黑暗，神就是光。神不单是我们属灵的光，将来我进天国里完全看见神的本体的样子，全是光。所以你永远活在光中，永远黑暗的没有，永远睡觉呢能不能疲乏呢？今天疲乏的不得了，这个疲乏的有软弱的肉体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疲乏的，没有困倦，没有打盹，没有死亡，没有悲哀，没有哭嚎，没有疼痛，不好的东西全没有，到天国里全是好的东西。所以城内啊没有三光，就谁来做光呢？神是你今天就得得到这个光，将来你在光明中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那光是真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又要得着生命的什么光？神是我的光，表明他是我们的真光。神是我们，是天那城的什么？神是那城的真光。耶稣是，耶稣是什么？是那城的灯。好不好？主给你做光，神给你做光，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灯。这灯亮不亮啊？亮。比太阳光亮不亮？亮。哪有当自己的安全灯泡，那个就暗淡无光的，那就算不得什么，对主这个光来比就算不得什么。好，再继续往前看啊，继续往前看，第二十四节，列国要在城的光中什么行走？列国都在城的光中行走，所有的国家就是列国。列国是什么意思？都在城，这城够不够光的？所以这个新耶地上耶路撒冷就是天上耶路撒冷景上，它为什么照在山上？因为它往外发光，对不对？照在底下下边的城，将来是新耶路撒冷也是，下边那些列国就是那些百姓，做王的那些都在这里，那些什么列国都在，列国都在。城的光中行走，光中行走，这怎么这么不好听？这笔太不好了。列国都在城的光中行走，表明列国都在上帝的光中，对不对？以后还有没有罪的？以后还有没有罪的？没有。所以这件事，就没有了。
这个上面的擦掉啊。然后再继续看，列国都在城的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什么？新天新地嘛。那时候地上还有什么？君王，地上君王还有百姓，对不对？下面说，地上的君王都要归荣耀给那神。第几呀？第十的小十，对不对？地上的君王都要归荣耀归荣耀给地上的君王都要归荣耀给他。再继续看啊，城门白昼都什么总不关闭，是吧？在那里原本有什么？第十一，城门禁食，禁食，你记错了啊？城门总不关闭是什么意思？因为那里是总不关闭，没有黑夜是关闭的，有黑天才关闭的，没有黑夜就是总不关闭。永无黑夜，永无黑夜了。那里永无黑夜了，所以不需要关门，也不需要睡觉，关什么门呢？所以那个城门永远是什么？永远是不关闭，永远是敞开的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，就是列国的荣耀都归于那城。那城是谁？我们。那城是教会，对不对？那城是帐幕，列国的荣耀归于那城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就是那城，我们就被同被建立在灵宫上。好，再继续往下看啊。再往下看，凡不洁的并可憎之事物，说这里面是讲的什么样的人能进那城呢？说凡不洁的并那些可憎的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啊。这那城里没有什么，没有不洁，没有谎，没有虚谎，没有不洁啊。第三，那城没有虚谎，还有没什么，没有不洁。没不及啊。下面说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身份册上的人才能什么？谁能进去？新耶路撒冷圣城装扮整齐，说那名是吧？只有什么样的人能进去？只有名字，名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什么？进去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可以进去。所以什么样的人能进去，你自己来看。你的名字从创始以来写在羔羊生命册上，那你就能进这城，保证万你进不了这城。听懂了吗？来。
咱们今天讲到这里，这圣城讲了，明天还有。啊，明天完事儿。明天完事儿。感谢主恩典，咱们这几天也够劳累，一直在查启示录。上帝祝福我们，使我们能明白启示录，大略的知道了上帝启示给我们将来呢，那里的荣耀。感谢主，咱们一同来闭目，为今天所查考的启示录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同查考启示录，因为这启示录的圣城是何等的美。但那些不信的人将要在灾难中间被灭绝，他们要进到永刑里。然而今天你却叫我们这群人分别为圣，与这世界分别，使我们从世界中间被召出来，进入了属你的圣城。我们都是你圣城上的一份，我们都建立在灵中上，我们是属于你在你灵磐石上建立的一小块石头。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是活石，是用灵奶所浇灌长大的。主，今天我们被你带到主的面前是何等大的荣耀，因为幕后的荣耀比大过一切。今天你必将你自己的荣耀赐给我们，好像我们在地上把你的荣耀彰显给列国，叫列邦都在称赞你，叫列国都在认识主你的名。你借着灾难，借着饥荒，借着各样的环境来责杀列国，使列国的人都不得进那城。今天你却把我们带进那城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！求你把你自己的属天的能力和权柄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在这全地上把你自己的名，把你自己的圣城来彰显给世人，叫世人知道天上还有为我们预备的耶路撒冷，天上给我们预备美好的家乡。我们这地上的家乡是暂时的，我们要进到永恒的家乡里。主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恩待你自己的众儿女，在这末后时期使我们能够在为你福音 做见证，为你福音打了美好的胜仗。你抬举了我们，你高举了我们，今天我们要卑微在主你的脚前，因为我相信主你必能使用我们，赐给我们能力，赐给我们口才和智慧，赐给我们属天的权柄，使我们尽都把你的福音传明，叫众人都得知你的真道，叫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感谢赞美，把这些弟兄们交代给大能的手中，用属天的祝福来祝福他们，将恩惠平安和你自己从天上来的属灵的恩赐都赐给我们，都归给我们，使我们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者。听我的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在天上。